老婆考虑要说1、2、3，它有超标型的 A 就到1而已 ，B 到1、2、3的手扶梯，然后 C 是1、2、3的手扶梯，再加像这档那个，我看到这个，就是这个。啊，这是我其他现在。耶，我拍了，然后一起拍吗？好，我上一下拍。那我们现在去搭车了。阿东，这就是他的快速通关。右边了，左边，他们左边。咦，反光，这边，好停，哇，这里很好拍，有没有看到？哇，这神社。 到这，我给你。账本。好像我要来洗钱，然后投5块钱，洗一洗，然后再丢进去吧。前2集有介绍过江之岛的神社啊，是供奉辩才天神。那辩才天神也是日本的7福神之一哦。那其实就是有点类似我们台湾人口的财神爷。 来洗钱喽！他在这里洗钱，哇，变钱！哦，中了，谢谢。耶、yeah, 啊，500块，500块，洗完了。耶， yeah, 洗完喽。所以啊，来到这里的洗钱白龙王，那一定要来入境水煮一下喽。 据说洗钱白龙王吐出来的水啊，是黄金净水呢，有再生财富的作用，所以我们大家一起来洗钱吧。然后我现在帮我老婆拍她洗手画面，先左手，再右手，再漱口，再2只手，再右手，再漱口。 吐掉，然后再双手，耶、yeah. ！其实进神社前都要先洗个手，哎，真的，拍，啊，里面有人在祈福，刚好有人在拍，我没了，我刚刚已经用完了。 要走那个？对啊，我去走这个。好，我们老婆走，现在要走这个。这个圈呢、啊、叫做毛之轮，那如果钻过这个轮啊，能消除心中的罪恶以及洁净身心哦。首先呢、啊，先向左转半圈，啊，再向右边转半圈，再走回来中心的原点，再向左，再转半圈。 好，最后穿过圈圈之后，再反向过来向圈圈鞠个躬，就完成喽。抽签啊！我要抽中间的。这只知道。开运。大黑天。 大吉，嗯，给你，你看，嗯，我跑来抽奖啊！我抽到是我挑这个。哦，大黑天哎！大黑天，哦，慢慢移过去哦。好。大吉。哦，不错哦。然后。接下来看我老婆的。那老婆抽什么？ 有去拍到那个，股市的富，我抽到哪一个？什么富？哎，这是青蛙，这个旅行外出，安全，怎么跟我那么像？不是安全，怎么跟我那么像？墨迹，墨迹，来，老婆看一下，来，你过来一点，很好刺激，只是最后一个集，来。 来秀一下，我老婆抽到的是这个青蛙。青蛙，应该是讲它历史上是写说大概是旅行上的、那个、交通和安全对安全事情，然后是墨迹也不错啊，有吉就不错了。江岛神社啊是由3个小神社组成的，所以俗称又称3宫。那第一个你们刚刚已经看到了，就是第一个边境宫。 那接下来会有中京宫跟奥京宫，那也都是分别要坐第2个手扶梯上去哦。比较需要特别介绍的啊，就是中京宫了。中京宫的女神啊，她是主管姻缘哦，所以很多人都会特别来这边祈求姻缘哦。 我刚好遇到有新娘，有结婚的，你帮我去，不然我就改。结婚的新娘，真新娘，刚好今天有遇到蝴蝶，这白，不错看。 3个公是1200。 1元年哎，10年，好看。他跟今日期。有啊。好漂亮哦。啊，刚刚边境宫去完了，现在我们要去中京宫，然后这边有乌龟。乌龟，乌龟。我 然后我们还要给他票看，拿票给他看。嗯 ，Thank you， 他都，你动我，哎呦，18号已经过了。 我们到了，哇，这风景超美。然后这边也是可以骑，哎，真的有齐田家跟小岛家、玉家结婚仪式。然后继续走，这边有一个也是一样神社的地方，都是祈福，就跟扭蛋一样啊！你看，248，扭蛋，开玩笑的，开玩笑的，不理我。 这里有一个美人会嘛，就是些美人的，对啊，越来越漂亮。因为这个公司好像比较是讲女人手，没人手，中京宫限定这个。然后这里有东京。我们继续走喽，我们等下有可能要直接离开喽。去完3楼之后，我们就要慢慢走下去了。然后这边。今天来的时候就。 就不要再上来了，然后就在地上去。对啊，走。3楼，最高楼。对，往下走。点灯。这里，香囊港。我们刚从这边，原本从这边一直走，走，然后坐了电梯，走下来，再坐电梯，再走下来，坐电梯，再来到这里。然后看它的土这么大，所以这没有一天绕不完。所以我们。等下还要去做海盗箱根的海盗船，那我们今天还是住箱根，所以有可能明天才会来。